Hello， 大家好，Jessie 啊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做一个开箱文。今次咧我就买咗呢个 Sleep Complete 嘅瘦身套装，我哋一齐嚟开箱睇下啦。今次呢个套装呢，里面有好多嘢同埋好重，咁所以呢，我就选择咗送货啦，咁就唔使，因为反正我如果搭车出去嘅话，其实都差唔多价钱，咁就送货嘅话就唔使特登出去自己搬咁辛苦啊嘛。首先佢呢就有两樽嘅零下红杞子汁，之后就有一个环保袋，然后呢一个就系瘦身嘅乌龙茶包，咁呢个茶包咧里面咧就有25包，咁我平时自己咧都有饮开嘅。跟住就有呢啲果仁棒啦，一包里面咧就有6支嘅，咁一共有就有2盒。这个呢个咧就系 Comfort 通，咁 Comfort 通咧就系主要我嚟清宿便嘅。之后主角就出场啦，这个、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嗰个瘦身嘅代餐啦。咁佢咧一盒里面咧就有15包，咁一共咧呢、这个套装里面就包括咗有4盒嘅。咁如果每一日代一餐嘅话咧，咁即系有2个月嘅份量嚟噶啦。除咗头先嘅嘢之外呢，仲有一支瘦身精油。另外仲有一支姜嘅精油，呢一个系 Fertility 嘅系列。咁另外今个月嘅满额礼呢，就系一支 Cypress 嘅精油啦，同埋一支 Sif 嘅精油嘅。咁另外我自己又储咗个呢个储分计划啦，咁今个月系第9个月就送咗呢一支2零2零嘅精油啦。